肯定看到啊。看得到，看得到。怎么就射回来了？啥歌啊？我搜一下。晚上好，晚上好。你能听得到吗？我把声音关一下。谢谢谢谢。哥声音小吗？现在呢？现在应该好了吧？好了吗？谢谢礼物。那我再关一下，找个合适的。谢谢四年的烟火，谢谢。我西西是小小美丽，西西是他的小美丽。谢谢邓邓跟沙野的礼物啊，谢谢。声音还小吗？可能说话声音太小了。现在应该好了吧？直播十年的话不太清楚。今天好像就播一天吧。
谢谢登登的400多连击烟火，谢谢。谢谢阿可的跑车，是真的还是假的？谢谢别烂的烟花，谢谢。我也感觉他家里有矿，阿可家里搞矿的。吃了啊，我们吃了饭再播了，都吃了。对，我们7点就准时播吧，现在唠会嗑。其实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不知道头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后的呼吸。我本命英雄可多了。谢谢大家礼物啊，谢谢。谢谢大魔王李安平的礼物，谢谢。谢谢大家礼物。对呀，微信去的。谢谢景兄的礼物啊，谢谢。你好，你好。今天玩东皇啊，可以啊。谢谢陆仪的礼物。东皇的话就肯定在别人塔下，然后闪现进去开个大，跟别人的边路去换了，对。
被礼物挡脸了。对啊，进去就一换一，都不用想太多，简单粗暴是吧？谢谢兜里有糖送的七彩烟火，谢谢移动跟陆仪的礼物，谢谢。今天我跟陈夏是对面的，看不到野夫联动了是吧？谢谢寂寞跟陆仪的礼物，谢谢。啥就一死一送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等下看吧，到时候看完吧。谢谢猪猪四年的礼物。今天打啥位置得看心情。对，他在我对面。谢谢陆仪送的足球联机，谢谢大魔王的跑车，有吗？好像没注意看。谢谢大魔王李安平的跑车，谢谢。今天他们三个都长大了，在我对面去了，玩不了他们。我跟西西啊，跟我们的孤儿上班，今天要照顾好他。谢谢陆仪的礼物，谢谢。谢谢陆仪的礼物。待会打，待会七点吧，七点我们开始开黑。谢谢社会我彪哥送的荧光棒啊！谢谢酒情飞旅送的电台，谢谢大家。蝴蝶的眼神，谁向他对着？关系被猜测，我是遇不见。我选个东皇住在曹德镇中路去，出来我就吸他。
谢谢大家的礼物啊。今天没踢没毛，今天谢谢小可爱送的礼物。这有些东西是天生的，知道吧？今天要揍他。谢谢小可爱的礼物，谢谢。谢谢益生菌和光明的礼物。张少，能听到吗？哎，我们在蓝色版还是在黄色版？哇！啊？双击我发了。谢谢益生菌和光明的礼物，谢谢。我们好像在下面，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哎，等一下，我去给西西。等一下，我去给西西还有最初去送完礼物，然后再开啊。西西，稍微等一下，我去给西西送完礼物。西西，我把你忘没有，哲哥跟我打招呼了，我又惊了。哲哥跟我打招呼了，让我去送一下。哇，他们发的链接嘛。宿梦还没进，我操！我先换一下微信，来换一下微信。啊，我下。好看，好看。游戏里面对，好看。我知道，等一下，宿梦，我先换一下微信，我也没有那个链接。啊哈。你的头像就是最好看的。你没加好友吗？等一下，我先换一下微信，重新甩一遍那个链接，在群里重新甩一遍那个链接。还搞个大妞。阿彪，等一下，曹谁啊？曹德胜啊，住在他中路了。苏梦，你玩东皇，你玩东皇。苏梦，谢谢社会我们彪哥送的跑车，谢谢。咱一起去搞他，你把他吸住，然后你把他弄死，好吧？啊，好，我。你玩个诸葛亮，我进去就吸。玩中单吗？你不说你玩那个诸葛亮吗？玩中单没有玩啊。哎，大家小礼物。你好，你好。我见了，我见了。这个是梦是吧？好了。我们是下边吗？西西，我们是下边吗？对，我们在下面。好的。上回你们给我出视频，还没好好感谢你们。
这回给你们都送了珍珠，开心吗？那我玩珍珠去了。啊，你玩珍珠啊？谢谢。这么多我怎么下？这是大家的礼物吗？谢谢大家的礼物。因为他们的名字都被改了，然后他们 O 就大写了。你们跳出来不是正常吗？不是在上面吗？程程怎么下来了？没下来。我们这边还是有什么小酒窝？这个是他粉丝是吧？谢谢天一的礼物啊，谢谢。我们这边语音，今天我拿起来打一下吧。哇，放左边的我摄像头。湖南的。就这发个微信，安排了老哥。安排他也，我把他的终端都进完，我看他玩啥。哲哥没上吗？哲哥没打吗？这把？让他玩小乔好不好？哲哥没打吗？这把？没有。哦，他过一会儿啊。好吧，让他玩小乔好不好？你在搬吊打阿彪？应该是一个打野吧。搬官员的搬炉子。谢谢大魔王李安平的跑车，谢谢。我想跟九成对线中路，我的杨玉环号称十成。十成。啊，他们是九成吗？我十成。但他们一抢的还是我们一抢？他们一抢的，待会他抢了咋办？英雄完了，我们先抢个杨玉环怎么样？啊，那你别玩杨玉环。剩下的。剩下的老虎就先不帮了，边路陪星虎，把那马可给帮一个。怎么玩娱乐局还是正儿八经打完？就娱乐啊，要锤他们吗？锤他们，那肯定是要锤他们的呀。你们随便锤啊，就娱乐。我感觉我来北京小心锤他们。真的假的？你要玩打赌啊？哎，他没拿，没拿，姜子牙不要了。正好和你们打完，我要跟小鱼萎靡他们去舞台去。来，一首杨玉环了解一下。杨玉环，安排他们。张少玩什么？你也抢东皇不？啥？别吧。苏梦玩啥？我怎么打？你打野呗。没打野。那老虎呗，先。要不抢我？没捆呐，不然的话。我感觉需要拿一首东皇，要不一会儿搬了。啊，别吧，三楼还能拿。那我玩边路去了。谢谢念哲送的礼物，谢谢。我谢谢小边路。
哎呀，那么玩呀，没关系啊，想玩就玩呀。谢谢社会我彪哥送的恶魔果实啊，谢谢。啊，我搬了是吧？我搬一首什么？都可以啊。把中单，哎，中单没必要搬了，感觉。九成还有什么可以针对的点？了解一下。啊。把他诸葛亮，哦，他诸葛亮其实搬不搬都行。嗯，那搬什么？看一下。搬边路吧，只能搬边路了。可以啊。随便搬。他也不一定完成，他真的不一定完成。夏侯。把那个项羽吧。可以啊。项羽。我操！我他妈找不到项羽啊！你来看吧，坦克那里。谢谢陆姨送的礼物啊，谢谢。这江迪亚有没有标杆啊？还有些啥英雄啊？拿钱打一些朋友的。谢谢陆姨。还有啥英雄啊？我声音小吗？声音小。边路感觉。边路。边路。要不？点尾巴。谢谢陆姨送的足球连击。哎，他们会不会拿姜子牙呀？我们可能会拿，搬了搬了，姜子牙都不拿。我别姜子牙，姜子牙，我可能拿姜子牙。你还有哇，小鱼今晚要训练，把小鱼练到训练，小吗？到时候会掉。小乔啊，我操！谢谢大家。啊，对，小乔要搬，小乔有点刻呀，这话。你看，我就是故意说小乔的，我知道他肯定搬比较。我瞧一下吧。你玩啥？故意说的，恐怖。那肯定不是小乔，不想，但是我说了他们就会搬。你玩啥？哎，别跟我说，我说话声音小。还好，还好，还好。他还是故意说的。要不来头牛？好了吗？然后这样说很小吗？可以的，可以的，本来声音就不小，好吧？不是，这个直播的声音小。谢谢兜里有糖的电池，谢谢。谢谢兜里有糖。还是叫玩边路吧。我来打法是西西，还有对桌，还有苏梦，还带了一个粉丝，打完这把的话，给大家抽个奖。嗯，感觉是锤不过对面。谢谢医生君，这把的话给大家的奖品。粉丝不会是九哥吧？谢谢红哥，红哥的礼物，谢谢。谢谢九零的小可爱送的喜爱的，谢谢可爱下送的，对，带了一个粉丝，带了一个粉丝的，感谢大家关注啊。对你声音很小，你说话声音很小。对，有一个说话声音很小。对，今天姐姐来七彩烟火的连击，要不要给他说一下，让他玩？杨戬打野吗？我要玩，我要挑什么呀？你会啥呀？我只会诸葛亮。诸葛亮被选了呀，兄弟。雅典娜打野。那边路你会不会？这个可以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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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无敌，这个。这个很强。好。还是个妹子。谢谢肖旺哥送的礼物啊，谢谢。凉了呀，凉了呀，兄弟。谢谢肖旺哥。准备好被虐，好吧。我们见识一下九成的诸葛亮，好吧？跟九成对吧？就在肉脯。他自称是什么？我好像也没带肉脯，我没有肉脯。最强诸葛亮。真的假的？对。我自称是十成杨玉环。好，谢谢诺言小尾巴送的彩虹棒。我是走上路是吗？他拿了个凯，选的凯，哦不对，选的程咬金哦，程咬金，程咬金。九成。鬼迷，鬼迷发来微信说，鬼迷说他是九成的粉丝。这面红，那么恐怖，这么恐怖的吗？他们这么玩是在翻野啊？带两个惩戒是几个意思啊？感觉翻野也是吧？带两个惩戒是几个？我就看情况了。
我一直打他一波，我过去看一下。哎哎，先先。哇，这套路，套路，还有套路。恐怖，这个这个诸葛亮，人有点多，我这。哎，总共来了三个。哎，加点红啥情况？我过来了，我过来了，他空炸了，他空炸了。他们几个啊？兄弟，挂了挂了挂了。等我一个顶，等一个顶。别看大佬的。别跑。哎，被他拿了。我来了好，好打吗？这个聊。哎，这个就有点过分了，这几个。我们炸了。还有雅典娜没有？雅典娜偷我们蓝去了。偷干净了。哇。我们被四把路开啊，很强。我们被四把谁打的野啊？谁打的野啊？啊？不知道谁打野。老虎，老虎。苏梦打的野。苏梦是吧？对对对。苏梦打野。这三个人翅膀硬了，现在管不了他们了。反正我们是帮你照顾好自己吧。你野区没了，照顾好自己吧。照顾好自己吧，苏梦。哎，你没回城，小燕他劈你，我过来了。我还怕诸葛亮呢。得了，野区一个不剩。干没了吗？干没了，干干净净啊。没事没事。你拿干吗？这您这是几个意思啊？这是有点凶啊。下次做啥不敢打？连他连他。哎哎哎！哎哎！什么情况？小龙，我操！他的目标原来是我。这你能忍他？好多野怪，你看到没？我刚没买，我这刚买。哎，再开龙了，咱们。打个小野吧。完了，我们崩了呀，兄弟们。你赶紧跑，能走啊？被人家抓的死死的。哎，老虎在我这儿。有事吗？我没在。哎哎哎！你们这两个人过分了。我能忍你，跟我过来。彪，我来了，彪。哎哎哎！我就抓你了，最初。哎，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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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四级了，我四级了。打野，打野持续掉。快去上去啊！我操！我下单。三个。这蓝被偷了又。第二个蓝。我感觉我怎么和九成对线这么紧张？都不过来。他诸葛亮很菜的。哎，这个人。紧张啊，关键是。这个人有点过分啊，这个人。有点不死的节奏，他是不是极限流亚典娜？对呀、啊。估计待乖，我想捆他，待会估计还得来。哎，诓他诓他，这个宁泽，你还能忍他？他们来人了。没事没事，别怕。别跑别跑别跑，宁泽。追不上他们。过来。他们炸了。别跑。杀他，走。他们来去看一下。能顶吗？不好顶，不好顶。不行了，杨洋那位置要断后，溜了。走了。他打野。杨洋那位置不行。他估计在我们红区，我看一下。雅典娜。对。哎，他在偷野。他要去包后的。哎呀。这波走了，这波不打，这波打不了，空放走。哎。冷静，你们冷静点。啊，最初卖了。这就卖了。卖了。不好意思，卖了。卖的有点快啊。这卖的有点果断、啊。快，活来跟我集合。这九成你皮我。谢谢收回我彪哥送的礼物、啊，谢谢。要不要来？这波我有大闪，我无敌的这波。上路支援一波呗！来，过来。我感觉我可以打。我跟着。我可以打，他们在浪。
就这个，就这个，他迷路了，他迷路了，他迷路了，他。没事没事，他们状态不好，他们状态不好，留了留了留了。他迷路了，他迷路了。不用打野骂吧，不用打野骂了。哎，顶峰呢？很强啊！哎，这个诸葛亮有点过分啊！有大吗？哎，可以打，可以打，可以。安排他。诸葛，诸葛，你关注我！哎，这个瓦生死了，这个瓦生死了，他命大，大脑跳。等一下，安排一下那诸葛亮。暂停。谁卡了？啊，他们有点卡。不行啊，对面也不行啊。我都不知道你干啥去了。干的诸葛亮吗？我要等通路去了。谢谢木女送的电池，谢谢。别管了，别管了，打架优先，打架优先。打架。打架。网传线。谢谢沙野送的礼物啊，谢谢。对面是黑肉的九成，还有蛙神，还有小新。然后我们这边是对，那雅典娜自己玩，我不管。西西还带了超哥，还有旧梦啊，带了一个粉丝都掉出来了。我先回去补个状态，这不有大闪。可以，来搞他，来把那个诸葛亮给搞死。把那个诸葛亮，别让他出来，别让他出来。这个吕布死了。谢谢大家关注啊，谢谢。吕布已经是个死人了，好吧。对面九成卡了吗？不是，应该是其他人吧。没关系，卡了。也打了没什么。能取消？能掉吧？谢谢大家关注啊，谢谢。我想好啊，开了，开始了，开始了。我回去补个状态出来。没事，先把我们先把这个中路这个吕布弄死。在这里皮，我先挡一下。没事，我给你挡了，我给你挡。不怂，我回家啊，不怕血。不怕笑话，我打野刀才发。不跟你们吹牛逼，我进口这个杨玉环，号称十成杨玉环。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太乙，你就带着我走，太乙。哎，他凉了，他凉了。干啥？你带着我走。他死了。加点红过去看一下。来了，我来了，我来了。苏沫，苏沫，你抓紧补经济，咱们锤他们。我知道不行啊。点他。哎哎哎！你们这两个兄弟干啥？哎，他们上过那个人吗？他们想扣。杨戬。哇。没事没事。没大，我不去了。腿都扬起来，这有点大。一个一闪给我干了，干吧，这不凶啊，这把。这波我们站位有问题。没事没事没事，我保护你。哎，家里狼又被他干掉了。哎，大家小心。哎，家里狼又被他。哎，他跳过来的。啊，小酒窝。凉了凉了。小酒窝，你。稳住啊，小酒窝！小酒窝要稳住。我把他拉后了。哎，我都零杠三了。你咋零杠三了？诸葛亮来抓我了。现诸葛亮五。这个有点过分啊，他我感觉。我都不能忍他。我不能给我挡一下吗？这个有点过分啊，他。揍他。好痛啊，这诸葛亮。他装备好，我拿个狼，拿个狼，别着急，缓一会儿，缓一会儿，我这边。诸葛亮好疼啊，疼的一逼。哎，他们在蹲你，我过来了，我过来了，有点远，有点远。别讲笑，怎么样？上路没有人啊。这个雅典娜应该能把他杀了。中路我过来了，我过来了。他们现在抓我，没了没了没了。他上去，他上去干你了，你那个老夫子快点跑。我知道我知道。快跑快跑，那个诸葛亮对你有想法，他们想越塔干你。我过来了，我过来了，我过来了。
我跟你说我凉了已经，我换一个吧。大暴龙登场啊！管不出来啊，我过来了，我过来了，我到了。你刚才说啥你？我不能冷你的了，我跟你讲。哎，两个都复活了，这两个兄弟。我来了。你说王庆来了。给我杀！给我杀！我杀了。老五，老五，老五杀！不要杀！都死！都死！都死！我感觉我没了，没办法，没办法，我们被吹爆了头，好吧。有点流氓。哎，这个人过来，什么什么兄弟？谢谢大家的关注啊，谢谢。一千个球啊，这是。哎呀哎呀哎呀，没事没事没事，我在场外。削他！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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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他，打不了了。不过呀，就得。这东西很疼的，别怕别怕。他太顺了，他经济好高啊，他六千多经济，我怎么打嘛？我三秒吧。哎，回头打他们。我就打他们。对面一个木炮不要了，来打架了。哎呀，这个大！哎，框他，框他，框他！这个孤儿，快快快快！哎，你没大是吧？哎，这边。啊，他被卖了，他被卖了。没关系，不要慌。上路那个杨戬。你有框吗？框住可以杀，框住可以杀，随便框一个，就这个兄弟了。哎，你这个有点扣掉。这个死了。伤害有点高。别说人家粉丝，人家粉丝3-3，人家粉丝3-3，我连一个粉丝，可能是吧。走了走了走了，我感觉不能冷他们了。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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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不能冷他了，就这两个兄弟。这个杨戬，弄死他！就这个兄弟，这个宁子，把他给宰了。哎，我操！哎，这都没杀着了。他晋升了。谢谢大家关注啊，谢谢。不好意思，我溜了。哎，一个大不疼。哇，这个年纳怎么强杀嘛？哎，要献祭一波。他献祭，他死了。他已经是个死人。是真的献祭啊！碰不到他，哎，怎么样？他已经太高了。走了，拜拜。不走，还没到了。哎，走了，没晋升了，别了。我一点都不慌。去吧，上路去。我的一批吧。啊。杨戬小哥哥。对吧？我们这边。哎，他们这有火。当然是。能过来吗？能过来。好吧。过来，这个老虎，啥？这个老虎，这个人，你有点夸张。这个太乙真人干什么？老虎炸我！你又干起来了！来，这个诸葛亮。我们又打起来了，感觉整盘都在打架。老虎出血，咋了？你他妈还砸诸葛亮？有点过分啊，你这个。完了！哎，修他们！完了！被锤爆了头。要被一波了吗？能守住吗？谢谢大家关注啊，谢谢。能不能守住啊？守得住。应该。朱蒙应该还能守一会儿吧？我感觉他们来抓我。还能打？不真的，我感觉他们要来五个人抓我。1-5的老夫子，了解一下。不能抓我好吧？很难受。我感觉南希对我们心态打崩了。他一直在下路。下路有限。要不雅典上去宰线吧，追老母。你要几个？这边4个。老母兄弟，我被打自闭了，我感觉。救不了！我被打自闭了呀！快走！自闭了，怎么办？我来了。打不了。你赶紧跑，那个吕布过去了。跑什么跑？来干我！这么干的吗？赶紧跑！快跑！
但是我觉得这把这把几分厉害，我心情好，虽然放三一。不好说的，但是我后期不是很强啊，人家太顺了，拖一拖吧，守一守吧，不要再打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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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架就是真的是不能打架了，不能打架了。谁开呀？谁开呀？杨戬让开，杨戬，杨戬，杨戬。开乙，开 C， 杨戬太顺了。以后要开大本的杨戬。你受不了了。别打架了，千万别打架了。拿掉了，可以干。杨玉环没到，杨玉环没到，我看见了。没了就没了吧。你这还没舔到不行。把野收下吧，把野收下吧。他居然说打，我感觉要揍他们了。我们有黑暗。对呀，我感觉要揍他们了。我们有黑暗，可以拼一波。来来来，过来就，狂他狂他狂他。个炉子，你有大吗？我没死，我没死，我没死。哎，这个大闪有点尴尬。我还能打，我还能打。没找到他。那边什么？我要去找这个炉子。这边战场。他妈诸葛亮杀了吗？来，给我奶一下。哎，他失血，他失血。诸葛亮，诸葛亮，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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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不是这个眼睑。打得好乱。哎，完了完了。这杨戬什么情况？难受啊。谢谢希望小娇娇花的礼物。有没有闪？搞他！有闪，就这么杀吧。就这么杀吧。反正再是，再是死人一个。我操！过来打死我！哎，这个火了。懂了，懂了，懂了。鸡鸡不能烂了，再烂啊，再烂啊，凉了呀。哇，这兄弟怎么九万零八三了？你不是说他诸葛亮很菜的吗？就很菜呀，这你看就像个正常人吧，只能说。这么菜的诸葛亮把我打自闭了。三条龙，发财了。我感觉我们还能打。我感觉我们也能打。我觉得我们也能打。哎，你们在干嘛？在欺负蓝 buff， 没开暗炮军，我们打不过他的。我们哇，被挡了啊！支援，我要揍你！哎，伤害有点高，他。哇，这吕布怎么拉一下？肉的不行啊！拉一下，又拉一下。又肉，伤害又高，这个吕布。不疼不疼。吕布很凶。所以打团的时候盯着。眼睛痒。这诸葛亮好跳啊！你出点输出啊！是好跳，但是没办法，我们这个阵容。等一下，十秒钟那个蓝旭有闪现啊！可以，行不行？今天就吊打九成，好吧？我还要十秒闪现。我在说什么？哎，这个人好烦啊！这个人很容易死。一定要把这个九成拿好吧。我找一下他位置。去搞他吧。就他们扫人的，过来。框他框他，哎呀，你这个太乙，看太乙位置，看太乙位置，看太乙位置，这边可以打，太乙绕后了，太乙位绕后了，没事，知道什么后，我在你们后面，这个我这有一口奶，哎，你这吕布吕布吕布，走走走走走一下走一下走一下，快跑快跑快跑，我在诸葛亮刷大了，诸葛亮刷大了。杀大功了，他没杀，他没杀大。哎，吕布，吕布，你干啥？没事，西西很肉，西西贼肉，打不了。我感觉我出来还能打。西西很肉，西西肉的一批。我感觉他们看见这个老夫子，他们就要慌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这个诸葛亮，这个诸葛亮，哎，他又近身，哎，他躲掉大了，他躲掉大了，杀他！我脱节了，妈的，他有附加，他有附加。哎，你这是几个意思啊？你这是几个意思？哎，小兵打死了。这三兄弟有点过分了。车不见长哇，早知道我不给你挡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啊，谢谢。哇，我没想到他伤害这么高，打得我还剩一丝血，我他妈小半血过去挡不住，你感谢。
哎，下把我们合不合跑得很离谱？啊？这个人刷数据，刷数据在这里。没到了，相机没到了。哎，等我一下，快跑，快跑，快跑，等我一下。我们被现金流打成了自闭。二杠七了。里面冷静点，冷静点，你们。也被打自闭了呀，兄弟！哇，没办法，大都没按出来。都饮料了，都饮料了。凉了。我去跟狗鬼迷他们打去了，你们打吧。二杠七了。凉了。来，大家交流。很尴尬。来给大家发礼物了。好，给大家发十个现金红包吧，发十个300的吧。然后是弹幕抽的，然后后台他会自己那个。自己会记录，到时候你们填一下那个 QQ 号的 QQ 号跟手机号码，然后到时候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你们，5到7个工作日之内都给你们发下来吧。对，就你们发弹幕，然后抽到它系统会自动提示你们填那个 QQ 号跟那个手机号码，这样。到时候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你们。抽10个300的弹幕的话，你们想发啥呀？弹幕，就你们发弹幕就可以了，发个帅标行吗？要是粉丝啊，大家关注一下，然后口令发帅标就行了，就发弹幕，然后10个300的现金红包，这样。大家发吧，好了，到时候抽到的你把那个 QQ 号跟手机号码填好，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们的。谢谢大家的关注啊，谢谢。到时候中奖的把手机号码跟 QQ 账号填好，会有工作人员自动联系你们的，主动联系你们，谢谢。5到7个工作日之内。
我就喜欢这么诚实的粉丝，是吧？谢谢小橘子的七彩烟火，谢谢。谢谢兔子萌萝莉送的大力神杯，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谢谢小啾啾的电池，谢谢。谢谢兔子蒙萝莉送的电池，谢谢。谢谢兔子蒙萝莉送的大力神杯，谢谢。谢谢沙爷送的礼物，然后待会我们还有那个，看一下，待会还有充电宝、签名照这些抽的，还有同款耳机。全套的，全套的签名照，好的。充电宝、茶叶都有。谢谢大家关注，谢谢。
谢谢救救我金金巴送的海螺，谢谢。好了好了，拉房间吗？好了吗你们？那我们开始第二把了。这三兄弟又在另外一边啊。Hello，Hello，Hello， 你好，你好，你的眼睑有点狠啊！啊？我说你那眼睑有点狠啊！我不狠吗？不狠啊！我打个边硬要让我去打野，我是一脸懵逼啊，兄弟！打边被捅过。他不是啊，他让我打野啊，那行我就带你打。哎，你为什么叫瓦粉？我也不知道啊，就我跟你说这个东西。谢谢兔子魔力送的大力神杯，谢谢。就是我当时开直播的时候啊，就不管起什么名字都被人家用了嘛，然后我就起了一个，然后被人家用，有一天就抓到一只青蛙什么的。不，我所有的名字都被用了，然后就起了一个叫蛙神。开了。这把玩啥？我不玩了，不玩了，受不了。来，这宝贝儿，这把够了。人家还有很多女的嘛，今年我有很多大礼，真的，要到最后，非常感谢老板，谢谢。都随便定嘛。他怎么又进花木兰啊？这个女孩送的，进那个什么？进那个马可吧？把王庆的马可给搬了。再把看一下，玩个。谢谢九星 baby 送的。玩个东皇怎么样？可以啊。我就还不信干不到那个曹德森。雅典娜，对呀，雅典娜，你能不能修一把元哥？可以啊，超屌，这可以啊，但是我大连机都没赢过。没事。干将嘛，干将很快雅典娜呀。可以，没事，可以拿干将。也不用这么急，不用这么急，第三轮啊。直接帮他想吗？他没进。行，那就拿太乙。他应该没在 QQ 群里面。喜欢太乙啊！干将吧，干将吧，太乙干将吧。算了，就太乙干将吧。谢谢彤彤送的蓝色妖姬，谢谢。谢谢大家点的关注啊！玩个啥？谢谢彤彤。谢谢我女儿送的跑车。还有谁来玩啊？你们有人打野，没人打野我打野吧。我不想玩对面那个仙女流，我不想玩打野的。啊。对面那个小姐吗？还有什么打野啊，对吧？啊，你们知道白一个要被那两个人知道了。谁玩的东皇呀？你们中了的话，到时候你把 QQ 号跟手机号码填好，会有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你们，五到七个工作日之内吧。谢谢逆风送的英格兰必胜。封神。然后到时候你去找那些群管理就可以了。
在办什么呢？他们那边打的，要不跑了。好的。谢谢你脸真大送的礼物，谢谢。吸死他！拿吕布呀，可以吗？叼他！让于心要的什么呀？吸死他！对面这个阵容最干净。谢谢别动九村蓝 buff 送的礼物，谢谢。你玩怎么是吧？谢谢行星送的七彩烟火。谢谢别动九村。中奖的话就不要等，就是这一周之内吧，会确定下来，好吧？我要看谁中。那元哥，你这是中奖了不？哦，再扮演个什么呀？再扮演什么？再扮演什么？谢谢菲尔九哥送的跑车啊，加个标题啊，继续。扮的啥呀？好用啊，扮的。加粉丝群，中奖的有一个连接的，你把那个 QQ 手机号码填上去，然后加粉丝群就好了。干将带就那个十六。谢谢大家关注，谢谢。有打野啦？没有，没有打野，不够好啊！咋就换这两个打野了？有打野了？好像呢，我操，我怎么样？今天中午啊，我还要玩，还要玩，我不玩两个，谢谢狗啊。那我不玩。要拿啥？中了的他会弹出来吧？那个中奖记录，应该他官方会给个链接，然后你们填好就好了。如果中了的话，砍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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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野。走啊！很多很多。那我应该选什么呀？你不是说你诸葛亮很溜？我只会玩诸葛亮，但是跟你不是说你诸葛亮？打边。没事，你就玩诸葛吧。那打野玩啥？还是没得选了。一道不是打野吗？没事，你就玩诸葛。你看，你看他说的，再选个打野，再选个打野。选什么呀？元哥吗？你要鲁班打野是吧？没打野了，要不就拿个边路让他打野算了。泡泡两点吧。谢谢大家关注，谢谢。要不就拿个边路让他打野算了。你要打法师吗？谢谢这个。谢谢大家。你在哪个路？你玩啥的？一楼他那个，一楼他不打那个训练赛，这个不是训练赛。那怎么又搞上鲁班出来？没事儿，让他们一把，好吧？我玩辅助吗？对呀、啊。好好好，我打辅助。搞钱，给我搞钱。好，搞钱，连辅联动。好。我宰。这把赢了继续给你们抽奖，好吧？这把赢了继续给大家抽奖好吧？吸他，肯定抓鲁班吗？别抓鲁班。那个您这玩啥的？谢谢别浪送的烟火，谢谢。这把打完给大家送抽两套天明大宝吧，队伍全套了。哇，这个鲁班可以。够，好像是国服鲁班。我觉得他们会来反你们。我也感觉。哎，怎么了？
我没有欺负他。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不知道他们应该卡了吧。娱乐赛跟职业，谢谢大家的关注。好了，开吧开吧。等一下等一下，谁暂停了？等一下，我这边没好没好。我还以为你们帮我暂停的。想多了想多了。谢谢我懂你的海螺。谢谢少卿送的海螺。我看到了阿彪进场了。你玩啥的？你玩啥的？我玩长子啊！不要长他人之心，拿着把我抽奖，你想什么？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还有什么耳机要抽？哦，还有充电宝签名照是吧？谢谢大家的关注。签名照是你抽的？谢谢庞大商送的电池啊！跑哪去了？真的在扎线。啥？你玩的诸葛？我过来了，我兄弟，你凉了，兄弟。那完了，我要。哇！偷个狼看一下能不能偷。哎，大猫放狗不见了。我在偷狼，把他把桃子扔到狼头。哎呀，别扯别扯，我们上吧。谢谢。哎，等一下。哎，把桃子扔狼头了，赶紧跑。偷了就跑，贼刺激。我欺负他，我打他一下。哎，你别去吃中路线了，别去，跟我停一下。还有没有小野怪？你怎么还有个蓝 buff 啊，彪？偷了就跑，贼刺激。我过来了，我也来了。哎，这个陈耀金很骚哎，揍这个陈耀。来了，跳出去了，别怕他，揍他。来，我怎么揍他？我来了，能支援到。打我！哎，打这个辅助了。我走位。他，你凉啊。走啥？哎。没砸了，蹲一下，蹲一下他看能不能蹲着。哎，我这怎么跟孤儿一样啊？我还保护你。快下马。哎，这个曹德正还想来吃心。这把场赢。啥呀，吓到。哎，过分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啊，谢谢。这把就出来了。哎，这里有个花。那你回来什么伤害啊，这个曹德胜这你要凉啊。我有大的，没拿呢，你四个都没拿呢。哎，你要凉啊，没四级，不然打不了。你要护着我，你大呢？你这也太跳了。哎，我操，差一丝血。人呢？我这1400块钱啥情况啊？我这有点肥啊，你这有点肥啊。有1000块钱。再见。你这玩的啥啊，那个他玩砍头。他在哪里？他不知道。他跟你对线了吗？对，他高位牵进去。没事，你蹲他一会儿。没事，待会进去跟他晃了。过来，来，楼头。老哥，别这样，你吸我。干死他。走了。
待会我大招好了，我再来一波。谢谢小小阿磊阿的礼物，谢谢。谢谢妈妈的安安大哥，谢谢大齐。谢谢猪猪十年送的礼物，谢谢。我来了，看到没？阿金，能走吗？能走吗？你，你能走吗？我给你丢丢两个球。再见，再见，再见。哎，撞墙了，撞墙了。这个炒着挣，炒着挣，快快快快快！你哎，被他套路了，这个有点过分，这个人。年尾来了，走。A 死你！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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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有的，我们有的。哎哎哎！哇，怎么样了？伤害有点高啊，这点。忘把杀了，我先杀了。杀不掉了，他一直没死掉。哇，这上路真的不要的啊！超哪追我？哎，杨脸上，嘿，都是些莽夫。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哎。还有救吗？这把应该没有，没得救吧？我感觉没得救了。等曹德正出来，我看。我感觉龙德彪在中国。哎呀，这都被你发现了。哦，变孤儿了。不对，远离这个点位，我跟你说。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你们。过分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啊，谢谢。大家好烦啊！哎呀，你管你这个！哎，你们要不要？你们是不是疯了？是不是疯了？完了，你又凉了。是不是疯了？我操，这个城下来了来了来了，有大吗？开大，能接你吗？你，那你弄我啊，戳死你！人头人头人头，哎！啊，我上在线了，他弹幕一直在。哎，他先秒了，走，那个张超去上路蹲一波，你赶紧把线带上去。我感觉我打超已经打不过，等一会儿。咱俩杀的死人吗？我一个程咬金。来，我们去把杀掉雅典娜。啊！哎，我来保护你。你先，你先，你先。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有点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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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一下，干住。弄死他，弄死他。杀不死啊！走了，走了，走了，走，杀不死。哇，这么。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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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装备有点好。这个边路有点堵。我再发一十送。13000积血，干啥？你怎么不直接炸呀？别炸，别炸就。我们把上塔开了吧。这个人打了积血，这个点给。哦，这个炉子，他已经丧失了理智，我们离他远一点。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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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不要你不要吸我啊。我觉得这东西像我清起来就很困难，面带危险。应该直接吸你的。哇，贼烦！这把没得救了，没办法。心态不能炸。别插我，谢谢。啊，这样打的。哎，这个典韦又来了。这个典韦，这个典韦。能不能给我们一次机会？啥呀？你这个，你这个有点不争气啊！给我一次机会，要你们命行不行？我清不了线，哎，能行能行。快快快！我感觉我的蓝 buff 被偷了。要不拉网线算了。这边蓝 buff 好了，这边蓝 buff 好了。我说你插卡了，我不是拉网线吗？我们家红区有雅典娜。我要睡带将了。哦，这鲁班啊，对面鲁班都好屌嘞，哎，这个人怎么又来了？哎，这个人，哎，这个人，西西我来了，完了，就剩我一个了，家里。哎，快跑，你交两千。哎哎，家里交两千，家里给我。完了完了。不是，要会被一波呀！别点他，别带线了。啊、我这要去杀那个龙的雕。敢不敢把你，你敢不敢把你队友秒了？放下。来来来来来，你秒他！哎，我操！血比我多。哎！天哪天哪！哎！蓝西放出来！赶紧推吧，我不想受这种煎熬啊！我，进来砍他！我真的不想出去，来来打死我，打死我，打死我！来，哇！揍他！哎，这个干架太差了，太垃圾了。都没抓过西西，好吧，就是我也跟他好像都输了。我操！我七小时了。我伤害还高一点。谢谢大关注。然后现在给大家发奖吧，还是？又看普及，等一下快结束了再看普及。发两套签名照，然后一样的发十个300的现金红包了。待会儿我去设置一下。抽奖啦！抽奖啦！签名照的话，可能就要你们自己填一下地址，然后到时候。我们会寄给你们。我先抽两套那个签名照，然后再抽红包，得分开抽吧。弹幕发个黑二无敌，好吧？先抽奖，开始抽奖了，抽十个人分两件红包，好吧？这个就稍微快一点。对对对，点关注才能抽到。黑二无敌走起来，好吧？抽十个人，好吧？大家就发
太冷无敌吧。教练就是九哲，我们教练九哲，等一下要来见面，但是他们一定会在我们五个选手这边，然后他能听见我们说话，但是他在对面，他不能跟对面人说话。嗯，两分钟，然后粉丝对。等一下这一场就会比较有意思。欢迎大家。就两个粉丝啊，每人一套。我不安抚这么多家，对呀，我不自己很溜的，好吧。然后中奖的话，你们把地址那个还有联系方式填一下，到时候会寄邮寄给你们。签名照已经，然后待会抽十个300的现金红包，等这个过了。谢谢大家关注。然后这两个抽完了，然后你们中奖的记得填一下地址，然后到时候会邮寄给你们，谢谢。然后现在发那个现金红包吧。待会设置一下。下一场他就是我们教练，有的他会在对面，但是他会在我们五个选手的群里面，啊，我们到时候是有冤报冤，有报冤。来把关羽是吧？要不等一下我来把关羽。我想玩关羽，我想玩关羽，你抢我关羽。谢谢大家的礼物。来，我拉你们。谢谢送的十万葡萄，谢谢。哎，我这个奖品怎么现在还不能抽奖？撸辣吗？撸辣吗？我那个你让那个100万看兄弟。谢谢送的十万葡萄，谢谢。来来来来来，
那就等一下。为什么我这我们不带符文吗？我问一下为什么不带符文。感觉谢谢大家送的礼物，这样子会很难打，要不就给他们30秒。我偷偷的带符，让他们三十秒，三十秒吗？我开我们让他们三十秒，给他们三十秒吧，三十秒吧。可以带谢蒙尊蒙尊送的七彩烟火，谢谢元哥吗？元哥我在群里挂七三十，谢谢九十送的足球，谢谢。谢谢九十送的足球。那个红包的话要七分钟以后才能发了，因为刚才抽了，然后七分钟以后再给大家发吧。红包的话要七分钟以后发，要稍微等一会儿。泡泡，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没有，现在是我们跟对面是我们教练，然后三个主播，随着他头都给他打爆了。你还没有好吗？感觉浪了三十秒，感觉要被。等一下你还没好。打完这把吧，打完这把我再发那个现金红包了，因为还有要几分钟。这把赢了就给大家发红包。谢谢大家点的关注，谢谢。有些东西是天生的。谢谢，不是歪处送的海螺，谢谢。等一下吧，打了，他卡了，没卡了，继续。
普通吧。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谢谢守护九村的蓝送的泡泡。好吧，那我故事。要不我玩个，我玩个钟馗，你玩个大乔去勾他。啊？您这你玩那个大乔，我玩钟馗。我玩钟馗，你玩大乔。谢谢乔鱼送的礼物，谢谢。拉你了，拉你了。对对对，我跟西西在一边呢。玩那个李白，好吧？玩李白干嘛？李白干嘛？嘿嘿。玩李白啊！谢谢水果送的礼物，谢谢。谢谢你脸真大送的礼物，谢谢。可以开了吗？还不开吧？西西上来吧。炸房了，重新组，要重新组一个。谢谢天空之城送的海马，谢谢。您这把我玩钟馗，你玩大乔。我要玩钟馗。谢谢，听说你喜欢九成送的泡泡，谢谢。肯定够得中啊，我那个钟馗。差一个，谢谢听我送的烟火。我们那个是谁？谢谢很蓝 buff 的蓝 buff 送的礼物。啊？谢谢阿姨送的。我们还差一个谁？你们那边差一个谁啊？那是个小熊吧？看见是谁？谢谢九成的蓝 buff 送的礼物，谢谢。谢谢教练，玩程咬金呗，喜欢玩程咬金的。谢谢许一，是听吗？这个
的小女友送的抱抱。九成。现在就叫我今天吧，送的十个小时间。哎，那个张那个放过教练，玩个那个。谢谢灰太狼送的超神，谢谢。看，看，弄弄。你玩个那个。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九成，还可以弄了。谢谢九成的小可爱，感谢大家，谢谢。王凯。谢谢大家的礼物。要不我来吧，看我。王凯就不炸了。我泡泡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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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的按钮。他是谁？他是谁送的十万伏特呀？要泡泡，要泡泡。说好了，进啥呀我？我们那一般都不随便跑过来的。谢谢谢谢谢谢，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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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谁把水给搬了？谁给搬了？对面啊！我把那个进了。那个，你玩韩信啊？韩信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骂你。我玩钟馗知道吧？对，我们可以，我们打没掰呀？不用吧，不用吧。你玩凯啊，告诉好。哎，钟馗在法师里面。真的，凯这英雄在这里，我玩这个。我抢，我抢，我抢。谢谢大哥，请喝冰可乐送的烟火，谢谢。要不玩凯？西西，要不来玩中单？好，然后那个九成玩那个中单，哎，曹志顺玩一个扁鹊吧。我玩啥扁鹊啊？我玩扁鹊。曹志顺来一个扁鹊，真的。那我玩中单吗？可以啊。你想玩什么中单？现在中单要帮抢？要帮抢吗？我玩，我玩，不用不用不用，你扔吧。算了吧，我来玩中单吧，我来玩中单吧，最后冲吧。两套玩一套，天好玩，好的。要不来个姜子牙中单？牙中单，中两个了，好吧。别别别，姜子牙干哈？大乔啊，你那个。对，大乔也可以。那大乔有点抠脚。打野就韩信啊，打野来个韩。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打没有送的，泡泡连击，谢谢。估计好。谢谢大家的关注。他把我手机给搬了。谢谢小甜豆送的什么火。他拿砍头了。不玩了。你玩什么、啊？我玩中单，就玩马，就玩马克吧。玩大乔，大乔被动。他没有，玩他没有，玩中辣咋办？要不玩呀？这一把算了，下一把，下一把，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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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阵容已经很奇怪了，再来一个露娜，再来露娜，可能要翻车。你们想看我玩什么？而且我们这一把要挂机三十秒钟，知道吧？给对面一点希望。玩露娜的话，可能就退了。行行行，让他们一下。让他们一下。你就玩露娜呀，怕啥呀？你看这个人，这个人不行，他露娜很抠脚。这个人就想激我，我就抠脚好吧？不行，他们去玩那个什么？看人家教练玩的啥？教练，不要去玩。我玩，我玩，我玩，你要玩吗？你玩，你玩。我来玩钟馗，我来玩钟馗中单。别，你钟馗不行。中盔得奖，你中盔不行，别。谢谢是，这英文名字有点不会念，谢谢十万伏特，谢谢。你就出个露娜就好了。你玩露娜？玩露娜？那我玩啥边路？也行也行，你玩边路去。没有边路了呀。玩边路。谢谢大家关注，谢谢。这英文名字我实在不会念。对自己有点自信，好吧？我等下去拿这个，拿这我没玩过这英雄，没玩过这英雄。那我那玩钟馗吧。但是随便啊，随便啊，你要玩钟馗吗？我玩谁？我玩哪个？啊，我玩马可吗？哦。谢谢礼物，谢谢。谢谢邓邓送的礼物，谢谢。
我女主你用什么打野？我也不知道用，我也不知道用啥耶。对我也抽个奖，抽个奖我再打，然后抽十个，抽十个300的现金红包啊！十个300的现金红包，你们接着抽一下。哎，你玩的啥？你我当然是玩的一个相当 carry 的，就还有无敌吧，然后。你们到时候发一下弹幕。然后十个300的现金红包。好了。不是。我诸葛亮出来怕你们刚不住，知道吧？经理应该是老虎，应该是老虎。你们中奖的话，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们，然后你们把 Q 那把那个手机号码跟 QQ 号码填一下，然后五到七个工作日之内会给你们发放下去了。别叫你们队友过来打。我的天，我让杨戬去指南，为啥他过来了？很难受。他不想。可以了吗？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关羽才厉害，开吧。再把要认真打一把了，看来。来，go go go， 没有，还没有啊。别来我野区啊！这个城下是不是？别来我野区啊！我也感觉会被他们搞掉。红没了，我操！哎，别急，我在打野，我在打野，你别急。我有点卡。来，我来了。别怕我。别急。我在打野，过来。我也可以。这有点尴尬。拉下。能走吗？我说走不了了。我被你针对了，别动好吧，我被你针对了，三十号你要狼吗？我要啊，看来你上了两个，三十号你要狼啊，恐惧好吧，哎。不是他们这有点过分啊，直接把我红给怼了。杨戬密斯啊！哇，感谢大家的关注。这诸葛，我的天！啊，杨戬在我这。这诸葛很尴尬。那个大飞也在我这。我下去天下，等我拿个红。哎，他进我红了，快，这个来了，我操，不能冷啊，我先被老虎你就上，哎，下来人了。
抽的。哎，要不我去先过一个人。他们上次节目遇到的是我们最真的两个人。诸葛亮怎么来抓我了？这眼睛有点肥呀、啊。哎，看见了没？我复活有大，我复活有大，你们看能不能把老子打残？打不残，打不残，打不残。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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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开开开，你飞他，你飞他，你飞他。我飞老虎，我飞老虎。哎，大招没划出来，有点尴尬。哎，能走，能走。哎，走走走走走走，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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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面出大了，有点尴尬。辅助开龙，辅助开龙。好的，好的，我来了。算了算了算了，我发音，我先发音。猥琐发音，别浪。那你开龙。哎，下路我过来了，我过来搂他搂他搂他。哎，有点尴尬，有点尴尬。我直接按的。我三边有大，我三边有大，我有大，我有大。这个老虎，这个老虎，搞他，搞他，我飞他了。我在补下路线了。强杀，强杀，我能杀，我能杀。我也能杀，我在落后，我落后了，我落后了。给他一刀。结尾，结尾，看我。哎呀呀，我走不掉了，我走不掉了。我就赶紧偷钱吧，待会带你们坦克。谢谢要做教练真爱粉是的梦幻什么这个月的工资是不敢要了这个月工资已经发了别下来没事还有下个月没事我还差不多没推到没推到放线放线吧哎哎哎有点尴尬又歪了赶紧开大炮救我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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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你迷路了辅助谢谢阿彪加阿彪加怼怼送的荧光棒谢谢阿彪阿彪你别打来自我钱了你看一下我经济钟馗你迷路了钟馗我打三代三代带着关羽带着关羽打带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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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带着你就带着你吧待会待会待会哎，我家里红快刷了，辅助辅助，辅助红，哎，去下了去下了。你要扛压呀！我知道，我们打上路。嘿嘿嘿。谢谢阿 K。
就请到后面了，哎呀，先拿来了，这是开龙，开龙。我他妈才是总长，你要啥啥啥野河野河。哎，他说这话有点。过来过来过来，打人打人打人。我留人我留人，留不了。留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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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世界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来一针，来一针，大家杀我，单打！你们这群人大招也不打。没狗还没狗，没闪没闪。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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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一波呀？你这啥一波呀？我刚才直接上来，你们全死了！别别别别别别！哎呀哎呀！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别别别别！哎，好像拉多了。国二宝贝那个那个。拉多了。哎，没跟上。我过不去，他不红。辅这辅助在干啥、啊？辅助。嘿，他没闪了。下路两个，下路两个。下路两个，下路两个。连我没闪，连我没闪。推上他，推上他。快！下路打起来。啥啥啥？那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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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我先偷过来，你们打。哎，他们会偷龙，他们会偷龙，他们会偷龙。他们会偷龙，看到没？救我一下，等一下他要追我。嘿嘿，大的，你们来追我一下，救我一下。完了，你往我这边跑。完了，你们来救我。给我挡一下，哎哎，你过来给我挡一下就行了，你给我过啥啊你？完了，他中了，中了，射死他，射死他，射死他。要冷静，你们知道吧？啥冷静啊？气势如虹。你们这就显得不够专业了。哎呀，怎么感觉这边比我们还有钱啊？对啊，对啊。为什么我们他肯定会去开龙的，我露视野盯一下。哎，带了，带带开，带开，带开，我上面有的。过去，过去。我在打红，我在打红。老虎，老虎，老虎，被他了，被他了，红枪了，红枪，关羽，红枪，关羽，哦，死了，死了，哎，这个老虎没人管的吗？阿彪，阿彪，老虎打死了，阿彪，我帮你拔刀，老虎出血。